根据太阳报报道，切尔西中场法布雷加斯可能会自由离队，米兰在和国米的争夺战中领先。该媒体表示，小法与切尔西的合同将在赛季结束后到期，他正焦急地等待球队是否愿意留住自己。如果合同情况没有变化，他将可以在一月就与有意的俱乐部联系，并能在名下自由离队。国米和米兰都在关注小法的合同情况，并考虑将其带到意甲。看起来米兰处于领先身位，红黑军团甚至可能在冬窗就搞定这笔交易。去年夏天，国米就曾希望签下小法，斯帕莱蒂希望引进一位顶级中场，而今夏转会窗，国米曾长期追求皇马中场莫德里奇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，因此他们接触了切尔西，希望签下小法，但是遭到了切尔西的拒绝。当时小法也想要留在切尔西为法里效力，不过小法在季前赛中受伤，至今仍未完全恢复，因此他在切尔西中场的出场顺位下降，他仅在对曼城的社区盾中出场。而蓝军阵中的若日尼奥、科瓦契奇和凯特是法里喜欢用的三中场配置，替补席上还有巴克利、齐克这样的好手，因此小法的出场机会更加受限。米兰方面已经注意到了小法的情况，他们已经在今夏和切尔西做出交易，即租借签下巴贾约科。米兰在冬窗追求小法的可能性相当高，有可能是冬窗低价购进，也有可能和球员本人达成名下自由加盟的协议。版权声明：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。